这座位在苏澳宜山路旁的苏东隧道，长有68米，宽有5米，为台铁的旧隧道，早已废弃使用。苏澳政工所在获得台铁点头允许之下，计划投入800万元，让这座隧道再活化，规划新建自行车的驿站，串联获得109年全国十大亮点路线的南方澳山海漫游自行车道，从永乐车站行走到南方澳，而这座驿站将作为中间的节点。规划有灯光照明、3D 的荧光彩绘以及绿雕等等，为苏澳的自行车道观光增添能量以及亮点。南方澳山海漫游的自行车道中间的一个据点就是苏东隧道。那苏东隧道其实是在宜山路旁，然后这个隧道长大概是68公尺，它的入口是从起立商旅这里可以进去到这个苏东隧道。那这个苏东隧道从建好80几年建好之后，因为这个没有在使用，所以公所为了整个在这个自行车道上面来打造一个驿站一个有亮点的这个中途的休息区所以我们特别也向体育署争取了一笔将近800万的经费，要来把这个苏东隧道来活化包含隧道过去外面有一大片的草坪我们在做整体的规划。苏东隧道自行车驿站，公所期望赶在今年的夏天之前来完工，除了提供自行车游客一处优质的休憩空间之外，也赋予旧隧道新生命，为南方澳的观光注入新活力。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